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是喜欢我对不对？可怜的二狗狗，姐姐给你喂啊。我也没吃饭呢。你是不是害羞了啊？小川老师，你是不是？你跟他没可能。我还怀疑你在吃醋哦。我吃谁的醋呀？姑娘，我江雨辰。好巧啊，幸好碰到你们了，我伞都没带。巧吗？你要跟江雨辰一起去看电影？反正我都留这个位置。他怎么了？他在你和他保持作者和责编关系的同时，我也是收起你对处理的老规矩。刚才这事儿，我就生气生气生气。你这成年酒醋怎么吃的没完没完没完？凭什么他的就是豪华早餐，我的这个就是乞丐配置？这些都是我做的，你多吃点，这你的。很抱歉，我是个胆小鬼，不过纵使不情愿，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